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是三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七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5月17日上午9:01至9:09，时时至下午3:44，5月21日下午5:00至5:55，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郑委员宝清等113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吉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七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14案。第16案至44案，第46案至132案，经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15案决定进覆二读，并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第45案决定进覆二读，并以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第133至137案为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138案至140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原处情形，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36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45件。讨论事项第一案决议修正通过，第二案、第6案、第7案决议函请行政院原处，第3案至第5案经暂不予处理。其他事项，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一案予以通过，宣读完毕。发言会针对第七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七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刘尚豪等17人拟具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行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于会交财政委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蒋捷安等24人拟具师资培育法增订第8条51条文草案行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于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是一方等19人拟具营造业法第40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于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何志伟等33人拟具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5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财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何志伟等33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及第6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财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何志伟等32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251条及第3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财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16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之3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陈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16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276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陈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16人拟具《药事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陈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一案，本院委员郑宝清等18人拟具《货物税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二案，本院委员郑宝清等16人拟具《行政诉讼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陈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21人拟具《社会救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21人拟具《家事事件法》第165条及第17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23人拟具《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
九亿无意通过。第十六案，北院委员吴敬明的26人拟具多层次传销管理法第29条及第3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七案，北院委员吴敬明的20人拟具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35条之一及第36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八案，北院委员吴敬明的20人拟具著作权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九案，北院委员段义康等17人拟具国家安全法第6条之一及第5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0案，北院委员林俊宪等16人拟具卫星广播电视法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1案，北院委员陈学正等17人拟具著作权法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2案，北院委员陈学正等16人拟具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条例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3案，北院委员陈学正等17人拟具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组织条例第2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3案，北院委员张宏禄等18人拟具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5案，北院委员张宏禄等18人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增订第7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6案，北院委员张宏禄等16人拟具社会救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7案，北院委员吴玉琴等18人拟具社会工作司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8案，北院委员吴玉琴等18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9案，北院委员叶怡静等25人拟具民用航空法增订第59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0案，北院委员周顺敏等17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284条之一及第37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1案，北院委员周顺敏等18人拟具中央政府机关总员额法第3条、第4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2案，北院委员陈尚敏等18人拟具户籍法第5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3案，北院委员李彦秀等16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4案，北院委员李彦秀等17人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5案，北院时代力量脑团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6案，密切监狱函请审议我国拟签署加入南印度洋渔业协定之捕鱼实体参与文书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7案，新监狱函请审议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修正草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8案，新经济函请审议贸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9案，新经济函请审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及公职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发言会报告4项第39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意？好，有意，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请按铃。
好，那么有没有哪一位委员没有拿到表决卡？都没有问题。好，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第三十九案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2人，赞成28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4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环境与发展基金会及财团法人环境权保障基金会107年度决算书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未通过。第41案，道路委员会函送财团法由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107年度决算书及监察报告书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未通过。第41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台湾区远洋尾鱼类产销发展基金会108年度及财团法人台湾海洋保育与渔业永续基金会107、108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未通过。第43案，行政院函为修正指定律师、会计师、记账师、记账及报税代理人为洗钱防治法第5条第3项第5款之非金融事业成员或成员及适用之交易形态及不适用第9条第1项申报规定，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未通过。第44案，行政院函为该月108年第1季无证在线的广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全会有意未通过。第45案，行政院函为交通部未办理125cc以下配备防锁死上车系统 ABS 联动式上车系统 CBS 新汽车补助宣导计划所需经费，动至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2月备经3亿1000万元之应，资减受第2月备经动至数额计划比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财政交通两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未通过。第46案，行政院函为中华民国107年5月2日修正公布《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名称，并修正为《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该法第7条、第16条第1项、第5款、第17条第1项、第4款、第18条第1项、第4款及第23条第1项、第7款，定自110年7月1日施行，其余应指定施行日期之条文，定自108年7月1日施行。程序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未通过。第47案，行政院函为修正管制药品分级及品项部分分级及品项，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48案，行政院函为废止国立上校机构作业基金设置保护及运用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相关文化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未通过。第49案，行政院函为修正行政院与所属中央及地方各机关聘雇人员给效办法第4条、第5条及第18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50案，行政院函为修正《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作业办法》第11条、第13条、第17条及第4条附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
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院行政院函送《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制办法》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财政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院行政院司法院函修正《换国营销受刑人犯施行细则》第14条及第16条条文，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3案考试院秘书长会议表2008年第一季，该院系所属部会并无办理媒体政策宣导广告相关业务，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有异，无意通过。第54案考试院函文修正《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司法官考试规则》第4条及第5条条文，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律师考试规则第3条及第12条条文，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有异，无意通过。第55案考试院函文修正《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普通考试批准制考试规则》，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56案总统府函为该府及所属国家安全会议108年第一届均无于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专行行程讯文会议间，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57案司法院函为修正法庭行为部事规则第2条及第12条条文，程序文会议间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58案司法院函送司法院所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自动安全管理作业办法，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59案司法院函为修正集中保管有效证券之提存及其偿还金替代证券资息代为收取办法第7条、第7条之一及第9条条文，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6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制造工厂卫生管理人员设置办法，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6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应届卫生管理人员制食品制造工厂类别，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6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废止特殊营养食品查验登记相关规定，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63案卫生福利部函为食品与相关产品查验登记及许可证管理办法，名称修正为食品与相关产品查验登记及许可文件管理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4案卫生福利部函为老人福利机构评鉴及奖励办法，名称修正为卫生福利部办理老人福利机构评鉴及奖励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药品药物样品赠品管理办法第4条条文，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6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卫生福利部所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自动安全管理作业办法，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7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公告应申请登录时的营业制食品营业者类别规模及实施日期，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委有意，无意通过。第68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业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功能拟定办法第4条条文，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药事法第102条所申无药事人员职业之偏远地区与非属上述偏远地区列表部分附表，程序委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7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中动物用药残留量检验方法乙型受体素类多重残留分析，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7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原料6S5甲基四氢叶酸葡萄糖N盐规格之检验方法，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全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二届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固定污染源空气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设施管理办法，程序委会意见，立即我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三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环境检验测定机构管理办法第一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四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放流水标准第二条及第二条之一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公告，一次用塑胶吸管限制使用对象及实施方式，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六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该所及所属单位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及捐助审议之财团法人108年第一季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七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该所主管108年度截至第一季补捐奖助情形表，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八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空气中另一种污染物检测法、高量残氧法 NIEA 102.13A， 程序委员会建议行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九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空气中另一种污染物检测法、高量残氧法 NIEA 102.12A， 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空气中另一种污染物自动检测方法被汤射线衰减法 NIEA 202.11C， 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空气中粒状污染物自动检测方法被汤射线衰减法 NIEA 202.10C， 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空气中粒状污染物自动检测方法惯性质量法 NIEA 207.11C， 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三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废止空气中粒状污染物自动检测方法惯性质量法 NIEA 207.10C， 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四案，劳动部函文修正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五案，劳动部函文修正职业灾害劳工补助及合法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六案，劳动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机关108年度第一季补助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之补捐助经费案件资讯，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七案，劳动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机关108年第一季办理捐赠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八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送员工消费合作社应缴回之代办已于按季回复处理情形之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九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送108年第一季政策宣导广告预算执行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送新故宫故宫公共化带动观光产业发展中程计划108年度第一季办理进度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一案，文化部函修正文化部主管文化机构及文化设施儿童优惠措施，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二案，文化部函送政府捐助之全国性文化事务财团法人由原
捐助或捐赠之依法律设立之公保人推荐担任董事及介绍人之一定比例及推荐方式，程序委员会见例行会交由文化委员会。全员都有意无意通过。第93案，文化部函送国家表现与艺术中心108年度预算决议第一项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例行会交由文化委员会。全员都有意无意通过。第93案，文化部函送国家表演艺术中心108年度预算决议第二项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例行会交由文化委员会。全员都有意无意通过。第91案，文化部函送国家表演艺术中心108年度预算案决议第三项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例行会交由文化委员会。全员都有意无意通过。第96案，文化部函送国家表演艺术中心108年度预算案决议第四项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例行会交由文化委员会。全员都有意无意通过。第97案，文化部函送该部108年度第一季春赛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月报表，程序委员会见例行会交由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98案，文化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机关公108年度第一季补宣助经费明细表，程序委员会见例行会交由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99案，文化部函送该部办理台湾电影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去散案检举108年三月底执行情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0案，文化部函送实体书店扶持政策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1案，教育部函送高级中等以上教育阶段学生及教保服务机构幼儿团体保险保险费审议会组织及运作办法，程序委员会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2案，教育部函废止运动场馆重大投资案件认定办法，程序委员会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3案，教育部函为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教师申请兼并办法，名称修正为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教师兼并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4案，教育部函送教育部所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自动安全管理作业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5案，教育部函送其国外专科以上学历申请修订幼儿园教保专业课程证明书收费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6案，教育部函送国立政治大学指南山庄校区学生宿舍新建可行性评估及先期规划共享书，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7案，教育部函送该部主管108年度第一季补捐助经费执行情形总表及明细，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8案，教育部函送该部主管108年度第一季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总表及明细表，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9案，教育部文化部函为少年矫正学校矫正教育指导委员会设置办法，名称修正为少年矫正教育指导委员会设置办法，并修正第二条、第三条及第五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0案，科技部函送科学园区社区用地配售及征收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内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0案，国军退学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该会108年第一季无刊登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广播媒体及电视媒体办的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内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0案，国军退学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修正国军退学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属农场管理经营办法第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内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3案，国防部函为修正后备军人辅导组织设置办法第20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3案，外交部函送108年度第一届外交部对国内团体、县市政府等补捐助情形季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5案，外交部函送该部108年第一届办理各类媒体政策宣导广告情形蓝表，程序委员会意见例行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6号外交部函为修正《中华民国普通护照规费收费标准》第二条条文，程序委会见，拟请外交部交请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7号前无有无害所该会108年度第一季公款补助团体私人进行季报表，程序委会见，拟请外交部交请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8号前无委员会函送108年度第一季办理各类媒体捐赠宣传广告一览表，程序委会见，拟请外交部交请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9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奖励土地所有权人办理事例重划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内政部函送全国性建财团法人纯信经营规范指导原则，程序委会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内政部函为修正义勇消防组织编组训练演习复习办法第4条、第7条及第8条，两位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内政部函为修正义难出境处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3案内政部函送全国性民选残留法人全新经营规范指导原则，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4案内政部函送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108年1月3月陈建伟致节目会诊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万内政部函送108年第一季社会住宅推动进度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6万道路委员会函送该会及海基会108年第一季办理政策沟通说明相关广告会诊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7万道路委员会函送台湾与澳门避免航空企业双重课税协议108年第一季全效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内政财政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8案中央选举委员会函为该会及所属108年度第一季无办理捐赠宣导新闻广告执行情形，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9案公民交易委员会函送108年度截至三月底政策宣导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0案经济部函为修正电业设备及用户用电设备工程设计及监造范围认定标准，程序委员会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1案经济部函送一定装置容量上升太阳光电设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0案经济部函为无形资产评价人员及机构登录管理办法定自108年四月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3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应试行儿童与一双免职相关情形规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4案经济部函为无形资产评价基准及评价资料库之建制与管理办法定自108年四月一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5案经济部函为修正限制输出货品表CCC 7209.18.10.11-0冷轧冷盐之铁或非合金钢扁轧制品经退火调制卷盘状，厚度0.32公里及以上，但小于0.5公里，以重量及含碳量0.6%及以上者，等我国产制之三零油项货品，输往欧盟采行限制措施。程序委员会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6案经济部函送水利署及所属108年度第一季对县市政府之补助案件明细表及108年度第一季对民间团体及个人之补之捐助案件明细表，程序委员会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7案经济部函送该部所属交通处去管理处108年度对补助民间团体及个人之补捐助案件汇总表第一季季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
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38案，经济部函送该部108年度减税第一季补助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处经费汇总表，程序委会见，另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39案，经济部函送智慧财产局108年度第一季奖补助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案件汇总表，程序委会见，另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40案，经济部函送工业局108年第一季补助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处经费汇总表，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41案，经济部函送该部中小企业108年度对民间团体、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处案件第一季汇总表，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40案，经济部函送标准检验局及所属108年度减税第一季补助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处经费汇总表，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43案，经济部函送该部所属事业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8年3月份公益支出委托调查会被捐出警务领支出明细表，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43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国家发展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诚信经营规范指导原则，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40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该会108年度1月3月于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广播媒体及电视媒体办理政策宣导之相关广告会址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46案，基金会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为延伸钓鱼船附当信仰作业管理办法部分条文及附件，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47案，基金会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为延伸钓鱼船附印度洋作业管理办法部分条文及附件，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40案，基金会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农民职业灾害保险申办办法第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4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修正动物用药品使用准则第3条附件1，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5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因学生输入植物检疫屏幕部分规定，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5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及所属机关108年度第一季补捐助经费明细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5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该会计所属机关及主管政府捐助基金50%以上，成立之财团法人108年度第一季于平面、网络、广播及电视媒体办理政策宣导新闻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53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送108年度第一季对国内团体捐助情形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54案，交通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邮政储蓄银行会对业务内部控制及金额制度实施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交通财政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55案，交通部函文修正空运危险物与名称，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56案，交通部函送该部主管108年度第一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支出明细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57案，交通部函送该部主管108年度第一季奖补助经费资料，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58案，交通部函送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及台湾电信协会依本院相关决议108年4月份执行进度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59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文修正无线电频率使用费收费标准第二条、第六条及第二条附件一、附件六、附录二，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60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该会主管是单位预算、特别预算、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及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公款补捐助情形申报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
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0页，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该会主管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单位预算、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附属单位预算及所属财团法人108年第一季媒体广告物执行署陈训委会建立请求交通委员会。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0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非法广播电台联合取缔小组108年第一季执行成果统计表，陈训委会建立请求交通委员会。请问院与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63案，中央银行函送该行及所属中央印制的账面粮账108年度截至3月底止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陈训委会建立请求交财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6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该会金融监督管理基金108年度第一季对国内团体捐助含公益支出情形季报表，陈训委会建立请求交财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60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该会主管营业非营业基金及财团法人108年度第一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信息表，陈训委会建立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证券发行人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第23条格式87，陈训委会建立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7案，财政部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函为废止台湾地区省市营事业机关人员成绩考核专行办法，陈训委会建立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8案，财政部函为修正民间参与公共建设专审委员会组织及评审办法部分条文，陈训委会建立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69案，行政院主计总处函送该总署108年度第一季依预算法第69条之100年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调查表，陈训委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发言会第170案至第351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210、237、244至246、252、255、256、261、264、265、267、268、270、271、273、276、284、289、292、296、304、306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237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以上提案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意？无意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170案至第351案，为教育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决议，简送提升建造升级实习生权益保障书面报告，简送107年人才培育促进就业建设执行率六后检讨及改善方案书面报告，简送加速扩大公共化教保服务供应量书面报告，简送校园社区化改造计划营造友善育儿空间书面报告，简送107年人才培育促进就业建设执行率六后书面报告，简送营造友善育儿空间书面报告，简送优化技职校院实作环境计划书面报告，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决议，简送新增权益二健全图像管理机制书面报告，交通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109项全面检讨及项目推广书面报告，国家发展委员会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加强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实施方案执行情形报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绿色债券书面报告，简送我国期货市场存量国际排名下降书面报告，简送银行局金融研究发展基金财测事宜说明，简送该会新增权益二书面报告，决议23实际书面报告，简送如何提升电子下单之公司治理书面报告，简送协助金融消费者了解金融商品之风险资讯书面报告，简送提升监理人员资讯专业能力书面报告，简送检讨资讯技术及人员专业应用程度积极优化检查能力书面报告，简送检讨资讯技术及人员专业应用程度书面报告，简送检讨资讯技术及人员专业应用程度以应用数位发展趋势书面报告，
减送强化资讯专业训练及优化监理人资讯能力书面报告，减送研议检讨修正不动产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之相关规范书面报告，减送市广设立专责单位提供金融新创业者有关现行法规遵循之咨询窗口评估报告，减送保险及权益958/45书面报告，减送国内寿险业推动投资型保险业务将减少国人保险保障之应对策书面报告。财税部还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综算权益减送税收第十款第三项权益18近年追缴税款作为检讨报告，第十项权益17闲置土地活化措施书面报告，18闲置土地活化措施书面报告，第一项权益577推动与新南向政策国家价签租税协定情形书面报告，第二项权益5彰化银行东莞分行收受回馈案对春秀哲保护不利书面报告，第三项权益20增订综合所得税总计征户特别扣除额可行性报告，27检讨现行综合所得税扣除额可行性书面报告，权益4统一规划线上权后系统规标准规格书面报告，第三项权益13抵税有价证券之处理书面报告，9租税优惠书面报告，7加强推广主要电子发票书面报告，新增权益办理纳税者权利保护案件书面书面报告，第九项权益13因应非洲猪瘟疫情评估人力需求书面报告，第三项新增权益4检讨各类扣除额存在税必要性请额度书面报告，检讨修正税税支出评估作业应注意事项之说明，减送税收第十款权益3纳税者权利保护案件数书面报告，第十项权益20书面报告，第十一项权益1网络报税系统精进方案书面报告，第一项权益39书面报告，第十项权益15被占用国有土地清理成果书面报告，第三项权益10税务行政救济案件9询问权书面报告，第十项权益是23书面报告，减送赋税署税务行政救济案件九悬未决情形改进措施书面报告，减送该部税务行政救济案件九悬未决情形改进措施书面报告，减送该部决议17派任公股代表宜遵循性别比例原则书面报告，减送税收第十款第三项决议16加强推广营业人使用电子发票书面报告，减送国有财产属国有非公有土地参与都市更新分回房地验收及监管费用编列经费书面报告，执行槟榔管理方案抽现利用国有非公有土地检讨书面报告，减送税收第十款决议2税务复查案件过多书面报告，新增决议降低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核定补税案件相关改善作为书面报告，审计部还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中药审核意见减少书面报告，卫生福利部还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内直辖市或县市政府计划性补助企业书面报告，减送专科社会工作室分科专审及合格训练组织认定作业委办费编列书面报告，减送国内同医院现行可行募款方式说明，减送2018年幼儿视力保健金规划书面报告，减送研理和理化社工人员新增勤务书面报告，减送澎湖医院三总澎湖分院盘点欠缺之医疗设施书面报告，减送推动公益劝募条例修法事宜说明，减送研议开设新著名社工师学分专班书面报告，减送中央政府保险中央健康保险署护理人员监督通报管道及健保分免付费专线书面报告，减送中央健康保险署有关门诊检量书面报告，减送国民健康署卫生所业务检讨及具体改善方案书面报告，减送鸡蛋售有问题书面报告，减送中央健康保险署病人自主权利法对医疗资源耗用及健保财务影响研析书面报告，减送食品药物管理署决议14/7书面报告，减送重点个别培育公费医师制度计划未达预期规划招生目标书面报告，减送该部新增权1890书面报告，减送都会区原住民族补助金融社工人力兼顾社会安全网网络书面报告，减送推展社区发展业务执行效益书面报告，减送我国民众罹患肾脏病严重书面报告，减送研议未来提供接种九价疫苗可行性书面报告，减送建制 HPV 疫苗公费接种资料库以规划未来相关研究书面报告，减送小刚计划确诊病患收治计划之说明，减送国民健康署探讨孕产妇之死因及预防策略等书面资料，减送委办计划及健康传播相关教育训练计划书面报告，及教育环境保护署还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河川污染防治书面报告，减送海事棉建材建物跨部会管理及延绵及石棉危害宣导进度报告，
减送环保经典实质回馈项目说明，减送第二十环第二项权益办理情形说明，减送补助是辖市或县市政府计划型补助情形书面报告，劳动部还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折损权益，减送都会区及原住民族区就都区域之劳工就职业灾害预防等研究规划说明，减送原住民责任宣导活动书面报告，减送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零工经济劳动行为书面报告，劳动行政资料盘点书面报告，减送优化劳动法令系统查询功能书面报告，减送经济检讨改善职业病认定问题书面报告，减送劳动基金运用局落实零派遣及传染书面报告，减送对具照顾服务员资格且自愿就业者提供相关协助措施书面报告，减送依据纳入劳动基准法适用之对象及范围书面报告，减送落实劳动基准法第67条规定确保劳工权益不说明，接送劳工保险局规划以优化官网书面报告，接送客运业驾驶之工时休息过劳预防等加强检查之说明，接送劳动基金运用局持续强化社会责任投资书面报告，接送移工宿舍安全问题书面报告，接送青年政策进度管控书面报告，接送改善青年就业问题书面报告，接送近乎离职分析报告，接送落实保障友善职场书面报告，接送劳动力发展署根据检讨人力资源配置书面报告，接送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人力需求改善方案，接送检讨91年11月20日劳动二字第0910058683号函之说明，接送加强举办劳动法令及劳工就业保障宣导之说明，接送确保职场之性别友善措施书面报告，接送劳动力发展署全面检讨人力资源配置书面报告，接送积极辅导长照机构确实遵守劳动法令之说明，接送出国报告缴交情形说明，接送劳工保险局应审慎严谨处理各申请案件书面报告，接送守子女化对策计划有关弹性工作时间之规划做法，接送加强督促雇主遵守法令规定书面报告，接送对大专院校持续宣导劳动法令规定之说明，接送向大专院校针对常见违反劳动法令情形宣导之说明，接送向各校宣导如何办理经验处理劳动权益相关事宜之说明，接送落实保障受雇者性别工作平等权益书面报告，接送以高雄国税局合署办公之工程进度及监督情形报告，接送检讨及改善身心障碍者就业困境书面报告，接送改善与促进身心障碍者就业方案经验作为书面报告，接送劳动基金运用局行政资讯与风险控管等应用系统等资讯服务费书面报告，结束与地方政府推动劳资会议机制书面报告，结束宣导劳动平权相关概念书面报告，结束通盘检讨研究就业服务法就业保险法书面报告，结束研议守子女化对策计划弹性工作时间之做法书面报告，结束劳工保险局农民职灾保险给付案件相关审核标准书面报告，宣导民众了解劳保与劳退相关权益与资讯说明，加强宣导劳工就业保险给付权益说明，强化原住民同朋员说明，接送如何降低及加强预防高风险行业工作者执行职务因他人行为遭受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书面报告，科技部还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权益接送沙仑绿能工科学村106年度预算执行落后书面报告，接送强化巡洋机构计转能量及商业链结书面报告，接送无人飞机归属相关应用书面报告，接送科学教育研究发展之补助规划及成效书面报告，接送改善用人结构计划及成效书面报告，接送推动产学合作计划成效追踪书面报告，接送亚洲企业推动情况书面报告，接送中美贸易冲突协助台商返乡投资相关进展书面报告，接送科技研发与人文艺术矿业合作书面报告，接送重视基础研究书面报告，接送扩展新南向英才产业书面报告，接送参与研拟空总创新基地未来发展计划书面报告，接送亚洲硅谷计划链接桃园经营书面报告，接送强化 AI 学院校各自保护与产学合作书面报告，接送鼓励博士进入产业就业书面报告，接送鼓励学研资源挹注偏乡与原乡书面报告，接送玉山计划执行而来相关学者建言之检讨书面报告，接送博士后研究人才补助期满后投入产业研发免于聘礼书面报告，接送如何协助研究人员免于掠夺性出版之侵害书面报告，接送确实积极处理学伦案件书面报告，
接送落实违反学术伦理而减至补助费追偿责任书面报告，接送以延揽科技人才计划及补助专题计划人力办理机关行政业务应设法改善书面报告，接送提升基础研究资源强化基础研究能量书面报告，接送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之前或前计划衔接及跨部会分工书面报告，文化部和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部决议48/53书面报告，接送文化资产权决议是文化无形文化资产保存书面报告，接送该部决议54书面报告，接送岁数第21款第一项决议74书面报告，接送该部决议20书面报告，接送文化资产权决议71/16书面报告，接送国立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决议书面报告，接送该部主管新增权益司书面报告，接送该部决议50文化资产修复人才利用的不足书面报告，37/18书面报告，接送影视节流行音乐产业局决议3书面报告，接送该部决议22书面报告，接送岁数第21款第一项决议56书面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报员会第352案至第461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373、380、381、387、395、401、421、423、454、456、457、460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以上提案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无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350案至第461案为教育部和108年度中央政府所算决议，接送育生计划加强扶持青壮年学子措施改善报告，接送促进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USR 与国际联结做法报告，接送专科毕业生先就业再升学之相关配套机制报告，接送推动户外教育课程议题融入报告，接送盘整地方创生相关计划情形及后续推动策略报告，接送辅导大专校院招收境外学生相关建设报告，接送推动产学合作政策书面报告，接送王大宏建筑师设计师公有建筑物提报为文化资产之可能性报告，接送学前特殊教育检讨报告，接送校舍拆除及补强作业时免危害预防报告，接送体育运动赛事人才交换执行进行报告，接送青年生涯辅导国际及体验学习相关计划整合及分工报告，接送办理侨生相关座谈会之经验作为报告，接送育生计划执行情形及加强扶持青壮年学者措施报告，接送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缘由定位及修正重点报告，接送完善偏乡公共托育提升偏远地区公立幼儿园比例报告，接送各大专校院提供侨生课外活动相关措施书面报告，接送澳亚运特定体育团体采访访评结果监督及辅导方案报告，接送偏远地区教师师资培育办理情形报告，接送私立大专校院校地属性及校园财产归属情形及转型退场机制书面报告，接送国中技艺教育相关课程纳入长期照顾职能之规划书面报告，接送新南向产学合作国际专班监督考核机制及建立跨部会协调机制书面报告，接送督导大专校院招收境外学生及优化境外生辅导相关机制报告，接送研议修正高级中等校学校原住民族与教师老师资格及聘用办法的最新标准报告，接送帮助各运动领域选手职业生涯延续及南部地区增设运动相关系所之回应说明报告，接送教科书设计多元发展报告，接送学校午餐整体规划报告，接送边缘地区学校改列为一般学校或非升非市学校之后续辅助措施报告，接送高级中等学校改善及落实108新课纲各项配套措施书面报告，新课纲各项配套措施书面报告，国立故宫博物院海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决议235故宫宿舍违建问题书面报告，41数位多媒体展示内容书面报告，26推动故宫教育资料与教育系统链接书面报告，27文物文安全维护书面报告，32加强注意旅院管理书面报告。
十三过关公台湾话书面报告三十七，检讨现行修复人才禁用办法书面报告，检送全新七级方落实行动数位博物馆概念书面报告五十二，国内修复人才培育计划书面报告四十，书面报告二十五，积极提升公票人数相关措施书面报告四十二，整理二零二零故宫前进冬奥小组书面报告二十二，严厉开放博物馆拍摄可行性书面报告二十三及二十四，活络能源书面报告二十一，社群媒体之图文影像传播书面报告十一，矿部会议乐龄学习推动计划书面报告九，政问者能源在线可行性书面报告二十，强化故宫能源安全维护管理书面报告。接送检讨现行新故宫计划书面报告，接送决议三十六新故宫计划审慎规划书面报告四五，书面报告行政院原子委员会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组成决议，接送岁数第十款第十七款第一项决议十二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书面报告，第二项决议二书面报告，第四项决议七八十一十二十三书面报告，内政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组成决议，接送新住民发展基金2008年度未补足11元之批准书面报告，接送移民署关宏专案测进作为书面报告，接送陆方台办代表申请来台专业交流审查机制测进作为书面报告，接送警政署禁止酷刑公约协调会议记录及书面报告，微型摄影机配给不足书面报告，社会秩序维护与犯罪预防宣导作为书面报告，接送移民署陆客自由行政测试电话咨询及协助人力经费编列计执行成效书面报告，中央选举委员会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组织决议，接送与相关单位研议专案笔记鉴定方式纳入查对程序书面报告，接送提升投开票所工作人员人力充分弹性及效率书面报告，接送电子联署系统增设可供民众查对之机制可行性评估书面报告。解送新增权益三，维护身心障碍者参与政治与公共生活之权利书面报告，道路委员会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解送针对陆方高等教育学历才认研议检讨报告，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解送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检讨报告，解送社会服务推展书面报告，解送该会决议二十书面报告。行政院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组织决议，解送十五环检讨书面报告，解送科技道路管理费预算编列内容书面报告，解送服务一点通建设成果书面报告，解送强化幼儿园灾害防救能力书面报告，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组织决议，解送第五环第四项决议五，加强宣导公务人员与公民投票严守行政中立书面报告，解送第五环第五项决议三，公务员之人权教育课程规划书面报告，四加强宣导公务人员与公民投票严守行政中立书面报告，五住宿学员门禁管理改善做法书面报告，六公务人员培训课程检讨书面报告。防护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接送调查局金融肃贪测谎作业就能经济计划书面报告，接送该部决议二十，戒治所回归卫生福利部医疗体系相关措施规划书面报告十六，书面报告接送矫正署决议六，监狱教化等问题检讨改进书面报告，司法院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接送岁数第四款第一项决议三十一书面报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接送该总数决议四书面报告，监察院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接送岁数第六款第一项决议五六七书面报告，国军特学关于辅导委会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接送决议三十三，医学临床教学研究预算补助额度分配原则书面报告。报告，国防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接送台美军事交流开放书面报告，接送因应美对我军售成长化学军购规划书面报告，接送法律事务司与军事院件及资通电讯指挥部与电讯发展室整并可行性评估书面报告，接送非但营区纳入补助书面报告，交通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接送该部决议五十三，气燃费相关催缴作业书面报告，五十七，活化东部机场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新增决议事务，越南旅行团集体脱团事件及宽宏专案改善书面报告，接送最终部分显示省市政府地方省市地方政府决议一，对直辖市或县市政府计划型补助情形，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接送辅导建立原住民杂粮集团书面报告。
经济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预算决议，接送工业局彰化工厂公安督导书面报告，接送对直辖市或县市政府计划性补助情形书面报告。国家发展委员会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预算决议，接送图书馆应依据业务计划详列金额书面报告。前瞻院农业委员会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预算决议，接送国有林地内遭有祖先所建房屋导致无法续约之处理办法专案报告。法务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预算决议，接送地审缓第一项决议11毒瘾戒治处遇及措施精进专案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请继续宣读第462案。第462案，本院交通委员会函为本院交通部处理交通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接送台湾铁路管理局新增决议一材料及用品费冻结5%专案报告，业余处理完竣，处理结果同意动之。宣读完毕。好，那个么462案，时代力量党团是有提议啊。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意？哦，有意，那么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针对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高路委员已用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廖委员勾动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林委员易华、陈委员学胜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陈委员明文、何委员心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林委员长左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严委员宽恒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还有没有？好，表决结果，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准予备查。请继续宣读第463案。第463案，本院交通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交通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接送台湾铁路管理局新增决议3，冻结工程及管理咨询服务费5%专案报告，业已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同意动之。宣读完毕。本案现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意？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针对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准予备查，请继续宣读第464案。本院交通委员会还为院会交互处理交通部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权益，且送台湾铁路管理局新增权益6，公共关系费冻结1/10，专案报告业已处理完竣，处理结果同意动之，宣读完毕。本案现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意？有意我们就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准予备查，请宣读第465案。本院交通委员会还为院会交互处理交通部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权益，且送台湾铁路管理局新增权益8，台铁电务智慧化提升计划冻结5%，专案报告也处理完竣审查，结果同意动之，宣读完毕。本案现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意？有意，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准予备查。第466案至第474案，请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466案至第474案为本院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内政委会函，有关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业已处理完竣，宣读完毕。继续宣读475案。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还为院会交互处理教育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权益，且送推展一般教育及编译文教书刊冻结200位原书面报告案等17案，业已处理完竣，其中第一案决定准予动之，另第二案至第17案决议均准予动之，宣读完毕。本案现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
退为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准予备查，请宣读476案。本院交通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交通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部新增决议23、铁路行车安全改善6年计划预算冻结专案报告及铁道局新增决议9、一般行政特别费全数冻结报告资料，而案业已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均同意动之。宣读完毕。本案现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有一，我们就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哦，我看这重心这个案比前过来省掉了。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准予备查，请继续宣读477案。本院交通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处理交通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部新增决议15、加速道路交通秩序整顿及行车安全预算冻结书面报告等67案，亦已处理完竣。处理结果第31案至第35案均同意动之，其余均准予备查。宣读完毕。本案现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准予备查，请宣读478案。本院交通委员会函为院会监护处理，交通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前送观光局决议16，东部函国家风景区开放与管理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等10案，其中9案业已除役完竣，就查签过第6案同意动之，其余均准予备查。宣读完毕。本案现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意？有意，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准予备查。第479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479案及第480案为本院交通委员会函。有关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读报告案，业已处理完竣。第480案至第505案为本院交通外交及国防经济内政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会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0条锁定审查期限。第506案至第509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蒋委员乃金、周委员陈米、吴委员郑阳等锁定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将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马委员、委员军等所定质询之书面答复共44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常委员、学生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52件。宣读完毕。发言会报告事项已处理完毕。现有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第2案、第36案，院会所作决定，提出复议，并请院会立即处理。发言会。本件复议案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现在处理复议案，针对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9人，赞成24人，反对63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
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报告事项各案均照原作决定通过。办案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13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五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赖瑞龙等16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之3条文修正草案等35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详如附件。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呈委员超名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呈委员移民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38人，反对6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五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函请审议及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增订第五条之3条文草案，增订为讨论事项第二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3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及第十五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徐永明等17人拟具《监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郑宝清等16人拟具《监察法》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赖世宝等19人拟具《监察法》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黄伟哲等16人拟具《监察法》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3案，宣读完毕。请问
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9人，赞成36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四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五次院会敬请变更议程，将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并审查委员周春明的64人领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王定宇的23人领具刑事诉讼法第99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黄伟哲等19人领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罗志正的21人领具刑事诉讼法第114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洪子庸等19人领具。刑事诉讼法第41条及第99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四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99人，赞成36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五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五次院会敬请变更议程，将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并审查委员孔文琪等19人，委员朱生明等21人分别领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4人领具矿业法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17人，委员郑天才等17人分别领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肖美琴等23人领具矿业法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委员苏正清等25人，委员陈立飞等17人分别领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英等23人领具矿业法增订第6条之一及第72条之一条文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尤美女等17人领具矿业法修正草案增订为讨论事项第5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70人，赞成7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6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15次院会进行变更议程，将以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备案审查委员郭正亮的17条拟具消防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亲民党党团拟具消防法第19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吴慧玉的19人拟具消防法第15条之二及第42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维修等17人拟具消防法第15条及第42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赖月龙等18人，委员徐玉仁等16人，时代力量党团委员郑宝清等17人，委员吴慧玉等20人分别拟具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杨振武等16人及委员洪宗义等21人分别拟具消防法第26条及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蒋吉安等18人拟具消防法第21条之一、第27条及第43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委员管碧玲等16人拟具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吴清明等19人拟具消防法增订第22条之一及第43条之一条文草案，增订为讨论事项第2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7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15次院会，建议将民进党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张六、魏建等19人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另为讨论事项第7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8案，
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是在立案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五次院会，积极将行政院函请审议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陈莹等十六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二十五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刘建国等二十人拟具医疗法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等四案，列为讨论事项第八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一百人，赞成三十七人，反对六十二人，弃权一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九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是在立案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五次院会，拟请将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十三次院会议度行政院函请审议平均地权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会抽出净负额度，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请问院会对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六十八人，赞成五人，反对六十三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十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五次院会，拟请将本院委员徐永明等十六人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抽出净负额度，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99人，赞成36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1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七会期第15次院会，拟请经委员孙永明等17人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0条之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一步阅读，并与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100人，赞成5人，反对9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2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七会期第15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63条之一条文草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进一步阅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100人，赞成37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3案，
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五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会抽出进一步的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5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一案，请宣读提议内容。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五次会议议事日程讨论事项，建请变更议程，仅限列案顺序如下表19案，强如附件，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没有异？有没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5人，赞成63人，反对32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民进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报告院会，院会刚才通过民进党党团提议仅列讨论事项共19案，因此其他党团变更议程列入本次会议讨论事项之提议，就不再处理。现在继续处理党团变更议程至委员会抽出进屋二读之提议。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4案。至委员会抽出进屋二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五次会议，建请将委员柯娟等17人领具《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等8案，自委员会抽出进一步的读，详如附件。相关议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95人，赞成32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至委员会抽出进入二读，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地15次会议，近期将委员黄昭顺的16日凝聚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请而抚恤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等11案，自委会抽出进入二读，详如附件。相关议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由党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现由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5人，赞成32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6案，至委员会抽出进入二读，请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地15次会议，近期将委员江启臣等19人拟具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增订第4条之1条文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5人，赞成32人，
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法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刑事诉讼法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7年12月13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周春明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指问相关机关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员于报告询答完毕，并经大庭讨论后进行逐条审查，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周。说明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周委员春米补充说明。好，无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报院会，本案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8年5月21日，地点103楼会议室，协商主题协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并案审查委员严宽恒等各委员分别拟具刑事诉讼法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协商结论：一、第33条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二、立法说明修正部分详附件，除司法院提出说明三修正文字外，另请法务部会同司法院提出有关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6项与本条适用情形相关文字。协商主持人苏家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明、郑运鹏、管碧玲、张启成、陈一鸣、吴志扬、周成秀霞、李红军、黄国昌。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异？无异。本案逐条讨论时，经依协商结论处理刑事诉讼法，请宣读第33条。第33条，庇护人于审判中得检阅卷宗及证物，并得抄录、重整或摄影，被告于审判中得预纳费用，请求附予卷宗及证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证物之内容与被告被诉事实无关，或足以妨害另案之侦查，或涉及当事人或第三人之隐私或业务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被告于审判中经法院许可者，得在确保卷宗及证物安全之前提下检阅之，但有前项但属情形或非属其有效行使防御权之必要者，法院得限制之。对于前二项之但属所为限制的，提起抗告。持有第一项及第二项卷宗及证物内容之人，不得就该内容为非正当目的之使用。宣读完毕。第3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33条，庇护人于审判中得检阅卷宗及证物，并得抄录、重整或摄影，被告于审判中得预纳费用，请求附予卷宗及证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证物之内容与被告被诉事实无关，或足以妨害另案之侦查，或涉及当事人或第三人之隐私或业务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被告于审判中经法院许可者，得在确保卷宗及证物安全之前提下检阅之，但有前项但说情形或非属其有效行使防御权之必要者，法院得限制之。对于前二项之但属所为限制的，提起抗告。持有第一项及第二项卷宗及证物内容之人，不得就该内容为非正当目的之使用。宣读完毕。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刑事诉讼法第33条条文修正通过。廖委员国栋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分别于106年10月25日、107年4月23日及5月2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并案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段义康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指问相关机关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
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及询答完毕，四于同年十二月七日举行限制出境法制化公听会后进行大体讨论，逐条审查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无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另外，委员许志杰等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经第六会期第十三次会议决定，进入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发言会应协商与逾一个月无法达成共识，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七十一条之一规定，由院会定期处理，原以本次会议提出讨论，现在进行广泛讨论。发言会未有委员登记发言，现在进行逐条讨论。第九十三条，请宣读审查会意见。委员段宜康等十八人提案第九十三条，委员蔡宜瑜等十六人提案第九十三条，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发言会，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议？无异议。第九十三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现在进行增订第八章之一，请宣读章名。审查会通过第章名第八章之一限制出境出海，委员许志杰等提案第八章之一限制出境出海，宣读完毕。发言会，本章名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有异议？无异议。增订第八章之一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现在进行增订第九十三条之二，请宣读条文。审查会提案第九十三条之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时检察官或法官得进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系最重本行为均异或专科法情之案件，不得进行限制之一，无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当理由足任有逃亡之余者；三有相当理由足任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者。限制出境出海应以书面记载下列事项：一、被告或犯罪行人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身份证明文件编号或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二、案由及处罚之法条；三、限制出境出海之理由及期间；四、执行机关；五、不服限制出境出海处分之救济方法，且向书面证实应于为限制出境出海后一个月内通知被告或犯罪行人，但住居所不明而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且向进行被告于收受书面通知前或之受限制出境出海，亦得请求交付第二项之书面。委员许志杰等修正动议第九十三条之二，被告嫌疑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时检察官或法官得进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系最重本刑或拘役或专科法纪之案件，不得进行限制之一，无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当理由足任有逃亡之余者；三有相当理由足任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者。限制出境出海应以书面记载下列事项：第一，被告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身份证明文件编号或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二、案由及触犯之法条；三、限制出境出海之理由及期间；四、执行机关；五、不服限制出境出海处分之救济方法，除被告住居所不明而不能通知者外，
且向书面证实应予为限制出境出海后六个月内通知，但于通知前已讯问被告者，应当庭告知并附予其向之书面。且向前段情形被告于收受书面通知前或之经限制出境出海者，亦得请求交付第二项之书面。委员许志杰等提案第93条之二。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时检察官或法官得进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系最重本行为均益或专科法经专案件，不得进行限制之：一、无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当理由足任有逃亡之余者；三、有相当理由足任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者。限制出境出海应以书面记载下列事项：一、被告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身份证明文件编号或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二、案由及触犯之法条；三、限制出境出海之理由及期间；四、执行机关；五、不服限制出境出海处分之就近方法。除被告住居所不明而不能通知者外，其向书面制止应予为限制出境出海后六个月内通知，但于通知前已讯问被告者，应当庭告知并附予前向之书面。且向前段情形被告于收受书面通知前或是经限制出境出海者，亦得请求交付第二项之书面。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发言会现在依审查会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现在表决审查会条文，现由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好。表决结果：出席63人，赞成63人，反对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增订第93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依据本院议事规则第39条提案要求重务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务表决，针对本案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声，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63人，赞成0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审查会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许智杰等提案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对对对对对。什么反对？表决结果：出席63人，赞成63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增订第93条之二，赵委员、许智杰等提案条文通过。现在进行增订第93条之三，请宣读条文。委员周顺米等26人提案第93条之三，侦查中检察官限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出境出海不得逾2月，但有继续限制之必要者，应附具体理由，但至迟于期间届满之20日前，以书面记载前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之事项，申请该管法院裁定之，并同时以申请书善本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侦查中检察官申请延长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4月，以延长3次为限；审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罪重本行为有期徒刑10年以上之罪者，累计不得逾8年。侦查或审判中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因被告逃匿而通缉之期间不予计入。法院延长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应给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有陈述意见之机会。起诉或判决后，案件系属法院或上诉审时，原限制出境出海所于期间未满一月者，延长为1月。前项前起诉后，系属法院之法定延长期间及侦查中所于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算入审判中之期间。委员许智杰等4人所提出正动议第93条之三，依前条第一项所为之限制出境出海期间不得逾1年，但有继续限制之必要者，侦查中应由检察官附具体理由，至止于期间届满之5日前，以书面记载前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之事项，申请该管法院裁定之，延长限制出境出海期间，侦查中每次不得逾4月，以延长3次为限，且与侦查中依第93条之6第一项所为之限制出境出海期间累计不得逾2年，审判中每次不得逾1年，如所犯罪重本行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于审判中依第93条之6第一项所谓之限制出境出海期间累计不得逾5年，限制期间届满前，侦查中检察官、审判中法官任以无限制之必要者，应即通知执行机关停止限制。侦查中经法院裁定继续限制期间，检察官通知执行机关停止限制时，应附之法院前条及第一项侦查中之限制出境出海程序不公开之。侦查中法院为第一项之裁定前，应征询检察官之意见，经检察官认无妨害限制目的之余者，法官得通知受限制人到场并给予陈述意见之机会。侦查或审判中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因被告逃匿而通缉之期间不予计入。起诉或判决后，案件系属法院或上诉审时，原限制出境出海所于期间未满1月者，延长为1月。且向起诉后系属法院之法定延长期间，算入审判中之期间。
委员由美女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第九十三条之三，侦查中检察官限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出境出害，应予限制后三日内呈报该管法院裁定，法院认为不应准许者，应于受理五日内撤销之。检察官未于三日内呈报或法院未于五日内为裁定者，视为撤销限制出境出海之限制，且效限制之期间不得于二月，但有继续限制之必要者，应附具理由，应附具体理由，制止于期间届满至二十日前，以书面记载前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之事项，申请该管法院裁定之，并同时以申请书善本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侦查中检察官申请延长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于二月，以延长三次为限。审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于八月。犯罪重本行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上之罪者，累计不得于八年。侦查或审判中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因被告逃匿而通缉之期间不予计入。法院延长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应给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有陈述意见之机会。起诉或判决后，案件系属法院或上诉审时，原限制出境出海所于期间未满一月者，延长为一月。前项起诉后系属法院之法定延长期间及侦查中所于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算入审判中之期间。委员许志杰等提案第九十三条之三，侦查中检察官限制被告出境出海不得于八月，但有限继续限制之必要者，应附具理由，制止于期间届满至二十日前，以书面记载前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之事项，申请该管法院裁定之，并同时以申请书善本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侦查中检察官申请延长限制出境出海，第一次不得于四月，第二次不得于二月，以延长二次为限。审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于八月。犯罪重本行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累计不得于五年；其余之罪，累计不得于十年。侦查或审判中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因被告逃匿而通缉之期间不予计入。法院延长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应给予被告及其辩护人陈述意见之机会。起诉或判决后，案件系属法院或上诉审时，原限制出境出海所于期间未满一月者，延长为一月。前项起诉后系属法院之法定延长期间及侦查中所于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算入审判中之期间。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九十三条之三，侦查中检察官限制被告出境出海不得于八月，但有继续限制之必要者，应附具体理由，制止于期间届满之二十日前，以书面记载前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之事项，申请该管法院裁定之，并同时以申请书善本通知被告及其辩护人。侦查中检察官申请延长限制出境出海，第一次不得于四月，第二次不得于二月，以延长二次为限。审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于八月。犯罪重本行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累计不得于五年；其余之罪，累计不得于十年。侦查或审判中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因被告逃匿而通缉之期间不予进入。法院延长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应给予被告及其辩护人陈述意见之机会。起诉或判决后，案件系属法院或上诉审时，原限制出境出海所于期间未满一月者，延长为一月。前项起诉后系属法院之法定延长期间及侦查中所于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算入审判中之期间。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发言会现在依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处理，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现在要来处理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请问院会针对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有异议？无异议。我们做以下宣告：增订第九十三条之三，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进行增订第九十三条之四，请宣读条文。
审查会条文第九十三条之四，被告受不起诉处分、缓起诉处分或经预知无罪免诉、免刑、缓刑、罚金或以训诫或第一百或第三百零三条第三款第四款不受理智判决者，视为撤销限制出境出海，但上诉期间内或上诉中如有必要的继续限制出境出海。委员许志杰等提案第九十三条之四，被告受不起诉处分、缓起诉处分或经预知无罪免诉、免刑、缓刑、罚金或异于训诫或第三百零三条第三款第四款不受理智判决者，视为撤销限制出境出海，但上诉期间内或上诉中如有必要得继续限制出境出海。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发言会现在依审查会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处理，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有无异议？好，无异议。做以下宣告：增订第九十三条之四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进行增订第九十三条之五，请宣读条文。委员周顺米等二十六人提案第九十三条之五，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得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撤销或变更限制出境出海，检察官于侦查中亦得为撤销之申请，并得于申请时先行通知入出境出海之主管机关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侦查中之撤销限制出境出海，除依检察官申请者外，应征询检察官之意见。侦查中检察官所为之限制出境出海，或侦查及审判中法院所为之限制出境出海，得分别由检察官或法院依职权撤销或变更之。委员许志杰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第九十三条之五。检察官于侦查中所命限制出境出海，得依职权或依被告之申请撤销或变更之。法院于侦查中、审判中所命限制出境出海，侦查中得依检察官被告之申请撤销或变更之。审判中得依职权或依检察官被告之申请撤销或变更之。检察官于侦查中为撤销之申请时，得先行通知入出国管制主管机关解除限制出境出海，并付之法院。侦查中之撤销限制出境出海，除依检察官申请者外，法院为裁定前应征询检察官之意见。委员许志杰等提案第九十三条之五，被告及其辩护人得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撤销或变更限制出境出海，检察官于侦查中应得为撤销之申请，并得于申请时先行通知入出境出海之主管机关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侦查中之撤销限制出境出海，除依检察官申请者外，应征询检察官之意见。侦查中检察官所为之限制出境出海，得由检察官依职权撤销或变更之，但起诉后案件系属法院时，侦查中所于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得由法院依职权或申请为之。侦查及审判中法院所为之限制出境出海，得由法院依职权撤销或变更之。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九十三条之五，被告及其辩护人得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撤销或变更限制出境出海，检察官于侦查中亦得为撤销之申请，并得于先申请时先行通知入出境出海之主管机关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侦查中之撤销限制出境出海，除依检察官申请者外，应征询检察官之意见。侦查中检察官所为限制出境出海，得由检察官依职权撤销或变更之，但起诉后案件系属法院时，侦查中所于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得由法院依职权或申请为之。侦查及审判中法院所为之限制出境出海，得由法院依职权撤销或变更之。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发言会现在依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处理，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请问院会针对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有异议？无异议。做以下宣告：增订第九十三条之五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增订第93条之6，请宣读条文。审查会条文第93条之6，依本章以外规定得命具则付或得命具保则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并准用第93条之2项及第93条之3至第93条之5之规定，委员许志杰等提案第93条之6，依本章以外规定得命具保则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并准用第93条之2第2项及第93条之3至第93条之5之规定，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报告委员会现在依审查会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处理，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有异？无异。增订第93条之6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101条之2，请宣读审查会意见。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无异。第101条之2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现在进行增订第102条之1，请宣读审查会意见。第102条之1不予增订，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无异。第102条之1照审查会意见通过，不予增订。现在进行第108条，请宣读审查会意见。第108条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无异。第108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现在进行增订第108条之1，请宣读审查会意见。第108条之1不予增订，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无异。第108条之1照审查会意见通过，不予增订。现在进行第109条，请宣读审查会意见。第109条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无异。第109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现在进行第111条，请宣读审查会意见。第111条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无异。第111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现在进行第116条，请宣读审查会意见。第116条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无异。第116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现在进行第116条之1，请宣读审查会意见。第116条之1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无异。第116条之1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现在进行第117条，请宣读审查会意见。第117条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无异。第117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现在进行第117条之1，请宣读审查会意见。第117条之1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有异？无异。第117条之1照审查会意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现在进行第一百一十九条，请宣读审查会议见。第一百一十九条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议见通过有异？无异。第一百一十九条照审查会议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现在进行增订第一百一十九条之二。请宣读审查会议见。第一百十九条之二不予增订。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议见通过有异？没有。无异。第一百一十九条之二照审查会议见通过，不予增订。现在进行第一百二十一条，请宣读审查会议见。第一百二十一条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议见通过有异？没有。无异。第一百二十一条照审查会议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现在进行第两百二十八条，请宣读审查会议见。第二百二十八条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议见通过有异？没有。无异。第二百二十八条照审查会议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现在进行第三百一十六条，请宣读审查会议见。第三百十六条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议见通过有异？没有。无异。第三百一十六条照审查会议见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现在进行四百零四条，请宣读条文。审查会第四百零四条，对于判决前关于管辖或诉讼程序之裁定不得抗告，但下列裁定不在此限，依有的抗告之明文规定者：二、关于羁押拒保，则负限制出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搜索、扣押或扣押物发还、变价、担保金、身体检查、通讯监察，应鉴定将被告送入医院或其他处所之裁定，及依第一百零五条第三项、第四项所谓之禁止或扣押之裁定；三、对于限制辩护人与被告接见或互通书信之裁定，前项第二款、第三款之裁定已执行终结，受裁定人亦得提起抗告，法院不得以执行终结而无实意为由驳回。委员史志杰等提案第四百零四条，对于判决前关于管辖或诉讼程序之裁定不得抗告，但下列裁定不在此限：一、有的抗告之明文规定者；二、关于羁押拒保，则负限制出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搜索、扣押或扣押物发还、变价、担保金、身体检查、通讯监察，应鉴定将被告送入医院或其他处所之裁定，及依第一百零五条第三项、第四项所谓之禁止或扣押之裁定；三、对于限制辩护人与被告接见或互通书信之裁定，前项第二款、第三款之裁定已执行终结，受裁定人亦得提起抗告，法院不得以执行终结而无实意为由驳回。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发言会现在依审查会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处理，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有异？没有。无异。第四百零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四百一十六条，请宣读条文。审查会第四百十六条，对于审判长受命法官、受托法官或检察官所为下列处分有不服者，受处分人的申请所属法院撤销或变更之，处分已执行终结，受处分人亦得申请，法院不得以执行终结而无实意为由驳回。一、关于羁押拒保，则负限制出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搜索、扣押或扣押物发还、变价、担保金，应鉴定将被告送入医院或其他处所之处分、身体检查、通讯监察及第一百零五条第三项、第四项所为之禁止或扣押之处分；二、对于证人、鉴定人或通译科罚还之处分；三、对于限制辩护人与被告接见或互通书信之处分；四、对于第三十四条第三项指定之处分，其项之搜索、扣押经撤销者，审判时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为证据。第一项申请期间为五日，
自为处分之日起算，其为送达者自送达后起算。第409条至第414条规定于本条准用之。第21条第一项规定于申请撤销或变更受托法官之裁定者准用之。委员许志杰等提案第416条，对于审判长、受命法官、受托法官或检察官所为下列处分有不服者，受处分人得申请所属法院撤销或变更之，处分已执行终结，受处分人亦得申请，法院不得与已执行终结而无实意为由驳回。一、关于羁押拒保则附限制住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搜索、扣押或扣押物发还变价担保金，应鉴定将被告送入医院或其他处所之处分、身体检查、通讯监察及第105条第三项、第四项所为之禁止或扣押之处分；二、对于证人、鉴定人或同意科罚还之处分；三、对于限制辩护人与被告接见或互通书信之处分；四、对于第34条第三项指定之处分、协商之搜索、扣押经撤销者，审判时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为证据。第一项申请期间为五日，自为处分之日起算，其为送达者自送达后起算。第409条至第414条规定于本条准用之。第21条第一项规定于申请撤销或变更受托法官之裁定者准用之。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报告院会现在依审查会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处理，如果其中有任何议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有异？无异。第41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八章之一，限制出境出海。第93条之二，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时检察官或法官得进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系最重本行为拘役或专科罚金之案件，不得进行限制之。一、无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当理由主任有逃亡之余者；三、有相当理由主任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者。限制出境出海应以书面记载下列事项：一、被告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身份证明文件编号或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二、案由及触犯之法条；三、限制出境出海之理由及期间；四、执行机关；五、不服限制出境出海处分之救济方法，除被告住居所不明而不能通知者外，前项书面制止应于为限制出境出海后六个月内通知，但于通知前已讯问被告者，应当庭告知并附与前项之书面。前项前段情形被告于收受书面通知前或之经限制出境出海者，亦得请求交付第二项之书面。第93条之三，侦查中检察官限制被告出境出海，不得于八月，但有继续限制之必要者，应附具体理由，支持于期间届满之二十日前，以书面记载前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之事项，申请该管法院裁定之，并同时以申请书善本通知被告及其辩护人。侦查中检察官申请延长限制出境出海，第一次不得于四月，第二次不得于二月，以延长二次为限。审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于八月，犯罪重本行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上之罪者，累计不得于五年；其余之罪累计不得于十年。侦查或审判中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因被告逃匿而通缉之期间不予计入，法院延长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应给予被告及其辩护人陈述意见之机会。起诉或判决后，案件系属法院或上诉审时，原限制出境出海所于期间未满一月者，延长为一月。前项起诉后系属法院之法定延长期间及侦查中所于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算入审判中之期间。
第93条之四，被告受不起诉处分、缓起诉处分，或经预知无罪免诉、免刑、缓刑、罚金或异于训诫，或第303条第三款、第四款不受理之判决者，视为撤销限制出境出海。但上诉期间内或上诉中，如有必要，得继续限制出境出海。第93条之五，被告及其辩护人得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撤销或变更限制出境出海，检察官于侦查中亦得为撤销之申请，并得于申请时先行通知入出境出海之主管机关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侦查中之限制侦查中之撤销限制出境出海，除依检察官申请者外，应征询检察官之意见。侦查中检察官所谓限制出境出海，得由检察官依职权撤销或变更之，但起诉后案件系属法院时，侦查中所于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间，得由法院依职权或申请为之。侦查及审判中法院所谓之限制出境出海，得由法院依职权撤销或变更之。第93条之六，依本章以外规定得命拒保，则复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并准用第93条之二第二项及第93条之三至第93条之五之规定。第404条，对于判决前关于管辖或诉讼程序之裁定不得抗告，但下列裁定不在此限：一、有得抗告之明文规定者；二、关于羁押拒保则附限制出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搜索扣押或扣押物发还变价、担保金身体检查、通讯监察应鉴定将被告送入医院或其他处所之裁定，及依第105条第三项、第四项所谓之禁止或扣押之裁定；三、对于限制辩护人与被告接见或互通书信之裁定，前项第二款、第三款之裁定已执行终结，受裁定人亦得提起抗告，法院不得以已执行终结而无实意为由驳回。第416条，对于审判长受命法官、受托法官或检察官所为下列处分有不服者，受处分人得申请所属法院撤销或变更之，处分已执行终结，受处分人亦得申请，法院不得以已执行终结而无实意为由驳回。一、关于羁押拒保，则附限制出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搜索扣押或扣押物发还变价、担保金应鉴定将被告送入医院或其他处所之处分，身体检查、通讯监察及第105条第三项、第四项所谓之禁止或扣押之处分；二、对于证人、鉴定人或通译科罚还之处分；三、对于限制辩护人与被告接见或互通书信之处分；四、对于第34条第三项指定之处分，前项之搜索、扣押经撤销者，审判时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为证据。第一项申请期限为5日。自为处分之日起算，其为送达者自送达后起算。第409条至第414条规定于本条准用之。第21条第一项规定于申请撤销或变更受托法官之裁定者准用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现由民进党党团提出文字修正，提议增订第93条之四。条文末句，如有必要，得继续限制出境、逗点出海，修正为如有必要，逗点得继续限制出境、逗点出海。哦，顿号哦，两边都是顿号啊。哦，但是这边写的都是顿号来。你们去看一下。重新宣读民进党党团提出文字修正，提议增订第93条之四，条文末句，如有必要，得继续限制出境、逗点，顿号出海，修正为如有必要，逗点
得继续限制出境顿号出海，这样对啊、哦？好，请问院会对文字修正意见有异？无异，照民进党党团所提意见做文字修正。决议刑事诉讼法增订第八章之一章名及第九十三条之二至第九十三条之六条文，并将第404条及第416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七条之11条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7年5月2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应邀指派代表列席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后，旋即进行询答，并省略到题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并完成审查。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无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另外，委员许志杰等拟具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七条之11条文草案，经第六会期第13次会议决定进入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报院会因协商已逾一个月，无法达成共识，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1条之一规定，由院会定期处理，原以本次会议提出讨论，现在进行广泛讨论。报院会未有委员登记发言，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增订第七条之11，请宣读条文。委员许志杰等17人提案第七条之11，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一，自公布日施行。刑事诉讼法修正后第108条之一施行前，于侦查或审判中经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或限制出海之被告，其延长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或限制出海，依修正后第108条之一之规定，且向于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一施行前，经限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或限制出海之被告，其延长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或限制出海之期间，连同修正后第108条之一施行前合并计算，但修正后第108条之一施行前单独或合并施行后计算，于侦查或同一省级实际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或限制出海之期间，已于修正后第108条之一锁定侦查或同一省级程序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最长期间限制，依修正后第108条之一之规定，不得再为延长。委员周生明等26人提案第七条之11，中华民国107年某月某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至修正公布后三个月施行。中华民国107年某月某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前，侦查或审判中经限制出境出海者，应于施行之日起二月内，依刑事诉讼法第八章之一规定成为主犯，逾期未成为主犯者，原处分失其效力。依前项规定成为主犯者，期间依刑事诉讼法第943条之3之规定重新起算，但犯最重本刑为有期徒刑10年以上之罪者，审判中之限制出境出海期间，连同原处分期间，并计不得逾8年。委员许志杰等提案第七条之11，中华民国107年某年
某月某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自修正公布后六个月施行。中华民国107年某月某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前，侦查或审判中经限制出境出海者，应于生效施行之日起二个月内，依刑事诉讼法第八章之一规定从为处分，与其未从为处分者，原处分失其效力。依前项规定从为处分者，其间依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3之规定重新起算，但犯罪重本行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审判中之限制出境出海期间，连同原处分期间并计不得于5年。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7条之11，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自修正公布后六个月施行。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前，侦查或审判中经限制出境出海者，应于生效施行之日起一个月内，依刑事诉讼法第八章之一规定从为处分，于其未从为处分者，原处分失其效力。依前项规定从为处分者，其间依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3之规定重新起算，但犯罪重本行为有期徒刑10年以上之罪者，审判中之限制出境出海期间，连同原处分期间并计不得于5年。宣读完毕。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发言会先在依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处理，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请问院会，本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有异议？无异议，做以下宣告：增订第7条之11，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7条之11，中华民国108年5月24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自修正公布后六个月施行。中华民国108年5月24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前，侦查或审判中经限制出境出海者，应于生效施行之日起二个月内，依刑事诉讼法第八章之一规定从为处分，于其未从为处分者，原处分失其效力。依前项规定从为处分者，期间依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3之规定重新起算，但犯罪重本行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审判中至限制出境出海期间，连同原处分期间并计不得于5年。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之11条文修正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4案，刑事妥诉审判法第5条及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6会期第13次会议决定，进入二读，并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报告院会。因协商与一个月无法达成共识，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1条之1规定，由院会定期处理，原以本次会议提出讨论，现在进行广泛讨论，未有委员登记发言。现在进行逐条讨论，第5条请宣读条文。审查会第5条，法院就被告在押之案件，应优先且密集集中审理，审判中之延长羁押，如所犯罪重本行为死刑、无期徒刑或予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审、第二审以6次为限，第三审以1次为限。审判中之羁押期间累计不得于5年，且向羁押期间已满仍未判决确定者，视为撤销羁押，法院应将被告释放。宣读完毕。未有发言会，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问院会，本条照委员喜字解等提案条文通过，有异？无异。第5条照委员喜字解等提案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14条，请宣读条文。
第十四条、第五条第二项至第四项自公布后一年施行，第九条自公布后一年施行，其他条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中华民国108年5月24日修正通过至第五条第三项自修正公布后一年施行，第五条第五项自修正公布后6个月施行，并适用同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七条之11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四条、第五条第二项至第四项自公布后二年施行，第九条自公布后一年施行，其他条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中华民国108年5月24日修正通过至第五条第三项自修正公布后一年施行，第五条第五项之删除自修正公布后6个月施行，并适用中华民国108年5月24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七条之11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宣读完毕。第十四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现在要进行处理。本条依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顺序依序进行处理，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请问院会本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有无异议？无异议。第十四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五条，法院就被告在押之案件，应优先且密集集中审理，审判中之延长羁押，如所犯罪重本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予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审、第二审以6次为限，第三审以1次为限。审判中之羁押期间累计不得逾5年，且向羁押期间已满，仍未判决确定者，视为撤销羁押，法院应将被告释放。第十四条、第五条第二项至第四项自公布后二年施行，第九条自公布后一年施行，其他条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中华民国108年5月24日修正通过至第五条第三项自修正公布后一年施行，第五条第五项之删除自修正公布后6个月施行，并适用中华民国108年5月24日修正通过之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七条之11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宣读完毕。发言会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刑事投诉审判法第五条及第十四条条文修正通过。发言会上午会议进行到此为止，下午20:30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现在休息。